你是不是投降了嘛？你有那么怕吗？只有用这个小人的招数，是不是？大家出来移车来比赛，光明正大不是你常说的一句话吗？做个男人要光明正大，不是你说的吗？你一直检举我，一直检举我的抖音号，一直叫抖音的官方把我封号，你有那么怕吗？你是不是投降了嘛？你有那么怕吗？你比赛比不赢我，你害怕了吗？只有用这个小人的招数，是不是？你检举我超过十次了，你刚又发一波检举信。对手已经人设崩塌，在人品他没有资格跟我比赛，我在此宣布我已经胜利了。我失望的不是我的号被封了，我失望的是我的对手为什么如此懦弱，我失望的是我的对手为什么做法如此不堪。我一直以为啊，会参从事汽车比赛的人一定是内心充满了光明，想要以车会友，想要用成绩来论英雄。我只是想不到啊，我的对手啊有那么多不堪的手法，他连续啊超过十次向平台检举，要求平台对我做封号。我的号正式在昨天被平台禁止直播，禁止发送视频。我感到非常的失望，我失望的不是我的号被封了，我失望的是我的对手为什么如此懦弱，我失望的是我的对手为什么做法如此不堪。我不知道是我的对手问题，还是你们林氏的业界每一个人都是如此。我的对手已经人设崩塌，在人品他没有资格跟我比赛，我在此宣布我已经胜利了。不过我的如期会在4月15号上传我车子比赛的秒速成绩出来，证明我是有实力的。好，在此告诉所有天下的男人，凡事做人光明磊落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及时新闻不漏接。